修图了，差别。今天调色、磨皮、液化、背景虚化，几个用上差不多了。上个星期的早早晨来的，修了半天。天天加班9:30，我要出去吃。冰冻饮料，矿泉水。冰冻饮料，矿泉水。昨天还喊了最高号，结果晚上39.5了吗？昨天我们刚从外场出来，一到这个草坪这边，就他妈已经是原始人性了。下面走。我发现刘总两毛都卖了。冰冻饮料，矿泉水。